在社团表演，所以我要带来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。首先我要带来一首，这个它的名称是英文的，来你们猜一下。不是，我那次唱中文版，所以不是这首，猜很好猜啊，因为我没表演过几首歌。哎，什么什么？也错了，我要表演的是这首 Sorry。 给点掌声给谢谢。